咁雷雷計劃入面有三個階段啦，其中一個階段咧就係、是、行山，行好多日嘅。咁咧今次我就行咗19日啦。咁咧就由一個加勒比海一路行到去太平洋海岸嘅。咁就係一個非常辛苦嘅。咁因為你孭住個背囊就60 kg 嘅。咁但係咧就每一日要行嘅路程咧係超出咗你嘅能力所能。咁但係每一日能夠起身都有一個目標俾你去進發啦，每一日都要完成嘅路程啦，咁就係你個人充滿咗好有勁嘅，咁所以我相信喺呢19日入面咧，係你一個人最有目標嘅時候，咁亦都好似你平時行路，你每逐少逐少行，最後你會發現你跨過咗好大嘅高山，咁啊嗰個感覺好好，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係其中一個最美滿。同埋最有收穫嘅一個階段嚟嘅。